距离2014年已经不到25天，每年让民众严谨期盼的跨年烟火秀规格陆续出炉了。今天下午，高雄市副市长李永德宣布，梦时代跨年晚会邀请超级天团五月天开唱，跨年烟火秀长达214秒，邀请民众一起来迎接新的一年。高雄跨年重头戏梦时代烟火秀电脑模拟动画曝光，今年烟火总长度高达214秒，加上超级天团五月天将到场陪伴粉丝迎新年，现场拥挤程度预计将打破历年纪录。今年会设计了一个彩虹烟火，那会有214秒，那搭配着五月天高雄代言人 OAOA 的歌曲来演唱，那也欢迎所有全台湾的朋友们一起到高雄来共度跨年夜。五月天去年在高雄办跨年演唱会，造成市区饭店大爆满，甚至包括寺庙香客大楼都一房难求。今年预计盛况会重演。五月天七点多就开始演唱哈，那么到这个八点、七点，其实到将近八点，然后再到十月主唱团体啊，他有个演唱会。去年我是把我们演唱会的那个爆破的单细胞球拿来，那今年的 tour 叫做钢铁情人，我相信会做一个跟这个有相关主题的。2013跨年夜，高雄捷运载客量47万人次，预料今年将吸引更多民众参与。新唐雨海电视李娟荣、林宏观，台湾高雄采访报道。